出话来了。哎，你是掉眼泪了？没有，哭了你。嗯，一定是一个有故事的人。黄勇，哥们儿，和从前一样，勇往直前，加油。在这春天里，哎呀，太沉了，这花你得别在头上才好，它表达诚意。真别上啊！好，拥抱一下，哎，好，谢谢，好，怎么还？这属于买一赠二是吧？哎呀，这个歌唱得相当的好，是，这个代表全国人民问你个问题啊，这个《中国好声音》火了之后，你是不是毛病也多了？没有，还好。你这唱歌这干嘛还怕听不见是怎么着？这歌星都有这些毛病啊。这个你为什么捂耳朵唱？没有，我是想听得再清楚一点，听得再清楚一点。对，啊，这样，你是不是想听听家乡父老乡亲对你的欢呼声？呼声要来，欢呼声开始。咱们来一个，乡村好声音。乡村好声音干不干？好。咱俩当评委。咱们呢是待会儿选上来唱将，你们几个人呢？每个人唱一段，来完成一首歌。今天咱们现场时间有限啊，看我们两个评委最后会选择谁作为乡村好声音。大家一起给我们共同见证好吗？有请著名歌星。您贵姓？某某某。我姓张。张学友。
张学友，嗨，张学友最近伙食比较好，来来来来来，著名歌星，我姓戴，戴，你姓刘得了。好，行，刘德华 ，OK， 我就当刘德华吧。刘德华的个儿老长不高似的啊！掌声有请评委主座。来，预备，开始。等会儿我还没拍腿呢。转不动，他这转不动。安静，安静。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快转，快转。曾经多少次折断过翅膀。如今我已不再敏捷啊，哪位你快点，你都把人堵到死墙角了，你抓呀。哪位的抓法是好温柔的拥抱哈，来快点吧，行了行了。这是哪位主持《阳光大道》抓鸡抓鹅历史上唯一一次能抓到鸡。这抓鸡呢只是热热身，关键让你不要忘掉家乡。没错没错。这个听说在你成长道路当中有个贵人呐。可以这么说。谁呀、啊、告诉大家。我婶婶。啊婶儿。对。几婶儿。三婶儿。三婶儿来了没有？来了，来了现场了。有请三婶儿。这是你婶儿。对。那位老师你好。长得比你年轻呢。他小时候是个什么样的孩子？他很朴实，朴实老实，但是呢对音乐呢很有天赋。是您站在他旁边说的。很能吃苦、这个、很能吃苦、这个他什么时候您发现他有唱歌的天赋的？我记得他在家里看电视，老想学电视上的模仿，模仿明星啊，什么刘德华呀、什么郑中基啊，他是真的假的？真的。来，刘德华像就鼓掌，不像不鼓掌，不像有惩罚啊。来，咱们先随便说一个，刘德华。刘德华。啊，给我一杯忘情水，还我一夜不流泪。像不像？这不郑中基的。这刘德华大家都熟悉，郑中基。别爱我，如果只是寂寞。观众说模仿谁你就模仿谁，好不好？谁？杨坤，杨坤，杨坤啊，来，杨坤。记得那一天，上帝安排我们见了面。啊。婶会唱歌吗？我介绍一下，其实我三婶，其实，在我做歌手之前，哦，这是我们当地最出名的一个女歌手，而且在安徽省。拿过很多次第一名，也就是他实际上是你的影师，算是我的导师了。那他对你严格不严格？给我们介绍一下。也算蛮严格吧，就是有时候唱歌的时候，他会经常跟我说，唱歌应该怎么唱哦，然后比方说情感应该怎么投入哦，他会说一些。他以前台风什么样唱歌？没有台风的，后来是我教他这样。哦，对，就这样的，然后开始台风怎么学的呢？刚开始你现场教一下。我们也学一下台风啊。这那时候就摆酷嘛。对，一点就通。那他第一次参加比赛是什么时候？跟你有什么关系？那时候我在金曲杯大奖赛里面做评委，那我推荐他去参加这个比赛。为什么推荐他？他在这上面嘛，我就感觉到他音色很好，音色好，唱歌很那个音准啊，很准，是音准准。第一次上台有没有丢人的地方？啊，没有没有，没有拿到优秀奖。哎呦，拿优秀奖啊！对对对，那都是婶婶的功劳。对，那也不是。在这给你30秒，当着全国观众朋友面，感谢一下你的嫂嫂，啊、不是不是，婶儿。非常感谢，因为我觉得音乐的这条路，其实真的是你给了我很多的。灵感和一些冲动，缺少这一个理由，你就是我的理由。吃苦的，是感恩就好。今天让我们小黄和三婶儿在这共同表演个节目，好不好？这样吧，我唱一首黄梅戏。黄梅戏。吕驸马。
你们两个给我伴舞。我们俩啊，你驸马。行，我怕到时候那个。我是伴马呀，还是伴什么呀？叫你郎，你家园水呀，棒棒中状元。中状元着红袍，帽插红花好啊，好新鲜呐。慢点，您慢点，别摔着。我也曾富不穷年，我也曾大蚂蚁姐姐，人人夸我胖眼毛，原来沙毛早啊啊早成卷呐、啊。状元不为榜前，我靠状元不为做道观，只做锦衣公子，不亲人那花好月儿圆啊。谢谢。这个今天特别的高兴，对，出了一身的汗。我觉得我跟你讲，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真不是说的。当然啊，你想想，他家里有这样的基因，是有这样的环境，没错。这当地人又是好山好水，必然得走出这样的。当然，我们那一片食堂多，餐厅多，出来的就是我这种好吃的，啊，就是这样的。接下来咱们我看该吃了吧？哎，不是、这个吃不是，这吃呢得自己先劳动，对吧？啊，黄勇小的时候特别喜欢钓鱼，对，是啊，经常去，而且你听说你那鱼竿都自己制啊？对啊，因为我们家是竹乡嘛，啊，所以这个那个材料比较方便，随便劈个竹子，砍一下，然后接一下，然后我们会做那种好几节，然后拼起来那种。啊，这我也会，《鲁滨逊漂流记》我看过，Friday 自己做鱼特别棒。哇，你会？我会，现场比一下。我是满族人。比什么？比呢？咱们这个这不是拿上来了吗？看了吗？这鱼缸里面有这么多鱼啊！待会儿呢，你们呢自制鱼竿，然后钓这个。当然，光你们俩呢还不行，咱们那个，咱们不然找一位现场的观众一起跟他们俩来体验体验，好不好？啊，来，我们现场哪位观众，热心观众要体验一下啊？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贵姓？我姓张。姓张、啊，您从事什么工作？从事钓鱼方面的工作。是吗？真的啊？那你是专家呀。他养鱼，这鱼都认识他。太好了、那鱼都认识你，会上你的钩吗？对，真的。这鱼都是他带来的，都他养的，他在家钓一晚上了，一顿那鱼自己上来，一顿那鱼跟我一组。哦，这个是削掉竹节儿。啊，这就套上了，哇，这太简单了。这个那威，我觉得你这耳，哎，耳上的太多了，那鱼那嘴那小嘴吗，都跟你的是嘴似的，都很小。没事，他耍赖也只能捞一条而已。好，不吃，吐了，鱼吐了，你看，啊，哇，哇，太厉害了！哇，验收一下成果。那
四条。专家，你的鱼呢？这个很显然，那位获胜。那你虽然第二名，但你不是没有获胜吗？所以你们两个呢，再给一次机会。现在呢，鱼缸里面还有这么多鱼，看谁一只手捞鱼捞得多。这老板不是养鱼的，是餐厅开做鱼菜馆的，是不是？恭喜黄勇输掉了这场比赛。这个回到家乡，我们这叫感恩，感恩回归家乡。对对对，其实呢，感恩父母也好，感恩各种人也好，真是让我感动的人，有没有？有有有，肯定有。因为我刚出去的时候，嗯，因为那时候买不起演出服，就是唯一能够像样的就是我那发小身上那件皮衣，他自己非常贵，花了500多，好像是好几个月的工资，然后把那衣服就贡献给我，所以就是送了我的。哎呦，那这人你真得感谢感谢。对对对，不知道今天来没来到我们现场？来了，真的，真来了。我想他一定得来。对对对，在哪儿呢？在这儿。皮衣哥，掌声送给我的发小。这皮衣都带来了。啊、哦，就是这件皮衣。对。当时你这个怎么想起送皮衣来了呢？当时嘛，他第一次出门。别的在外面打工啊也不容易啊，对吧？在南方，在广州嘛，第一次，然后说嘛，那时候一件皮衣嘛，当时值500多块，那时候我等于说呢，我这个毕业比较早，就踏入社会比较早，嗯，那时候打工打了3个月嘛，买了一件皮衣，是，当时呢穿的也挺好的，我说你拿去吧，第一次出门嘛，在外不容易，没事看看皮衣嘛，想到了哥们儿嘛，对不对？哎呦，他穿到皮衣想到哥们儿，走出去。精精神神的，是不是？ 对，其实内心是不是你自己也有穿皮衣走世界的梦想啊？小时候也许有这个梦想，也许有，现在让他去。这皮衣在那个闯荡江湖的时候到底能给你什么样的动力？你们就想实在没钱把它卖了吗？因为这帮哥们真的是、嗯、因为好几个月的工资买了一件衣服，嗯，然后给你拿着，就按照那个说像嫁妆似的就给你了，就出去了。在你所有的行李当中，这皮衣的价值是什么？无价，分量非常的重。高兴吗？他现在闯到这个样子，高兴的，挺高兴的。是，我跟你讲，人生啊，有这么几个哥们儿，相当的好。掌声送给好哥们儿，洋洋，来。这样，我们来这里呢，特地为小黄呢准备了一段音乐。这段音乐呢，我们会不断的变化。都是旋律啊！你的任务很简单，跟上唱出来算你赢，没跟上输。我试试。跟上没唱出来也输了。那你这给我出难题，让我试试，好不好？好久没这么玩。如果你输了，咱们一会儿给那鸡直接退毛，好不好？我试试，我试试。试试啊！来，做好准备。Music。我是汤姆猫，今天我要来替漫威考考黄勇。请听题 ，Number One。别停。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淘尽了世间事，浑浊滔滔一片潮流。
自信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变得太快了。这个刚才是难为你，不过这次回到家乡怎么也得给我们认真的唱一首。我知道，哎，你参加那个全国那个好声音的时候唱的是北京北京是吧？对对对。那今年能不能够在家乡再唱一次北京北京？好的，我将把这首歌也送给我们所有的家乡的父老乡亲，有请。也送给所有漂流在外的游子，谢谢。条街道，我的心似乎从来都不能平静，除了发动机的轰鸣和电气指引，我似乎听到了他就古板的心跳。我在这里欢笑，我在这里哭泣，我在这里活着，也在这死去。我在这里祈祷，也在这里迷惘，我在这里寻找，也在这失去。北京，北京。咖啡馆与广场有三个街区，就像霓虹灯到月亮的距离，人们在挣扎中相互包围和拥抱，寻找着追逐着奄奄一息的碎梦。我们在我们在这活着，也在这死去。我们在这祈祷，也在这里迷惘。我们在这寻找，也在这失去。北京，北京。如果有一天我希望人们把我埋在这里，在这我能感觉到我的存在，在这有太多让我眷恋的东西。我在这里欢笑，我在这里哭泣，我在这里活着，也在这死去。我在这里祈祷，也在这里迷惘，我在这里寻找，也在这失去。北京，这个每次到这个环节呢，到一个地方，到这个环节，大家都特别高兴，而且呢，有些什么平时不好意思说的表白呀，这个时候抓紧时间，好不好？来，提问开始，谁先来？
嗯，听说你在参加中国好声音之前就已经有了签约公司，而且还出了唱片，可是你在中国好声音的时候却只是说自己是美甲店的老板，我想问一下是不是在考多呀？你这是他是咱们的这是老乡吗？这不是老乡，这是粉丝吗？这肯定是别的台派来的，跟我没关系啊。参加好声音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之前签了一个唱片公司没错，但那时候合约到期了，说白了也是在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因为在北京，那位老师知道，其实那个生活压力特别的大，开销也很高。没错。其实当我在北京没有任何电视通告，没有演出的时候，你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在那个时候我唯一的工作就是美甲店。我当时是因为是想通过开个美甲店可以维持自己的生活。维持生活。对。但那个时候真的我的身份就是美甲店的老板。没错。很多人在说你参加中国好声音不尊重人家，有这个问题吗？这都是你的父老乡亲吗？这您谁派来的？啊！再问下去我都快哭了，真的。说吧，谢谢您啊！真的，我觉得第一个，首先我是觉得回到我自己家了，其实我挺紧张的，在任何地方演出从来没紧张过，但我今天真的挺紧张的。但突然冒出这几个问题，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肯定是假的，好不好？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是不是还面对面的人看到你，是不是给我们的机会？老大爷，您今年多大？今年快70岁了，快70了。嗯，我可以向您保证，肯定的。好好好，好不好？好，谢谢。可以吧，大爷？哎，好。这个照相馆就是我叔叔家开的，然后我爸是开了一个理发店在里面。来，我们一起走。老兄弟，过来喽！介绍一下我们家庭的成员，这是我妹妹，我叔叔家孩子，我妹妹，这是我阿姨，这是我阿姨的小孙子，然后这是我嫂子。Hello。这个不认识，这剪头发的。不是路人甲。我妈在里面做菜呢。妈。哎呀，又有好吃的了。红烧肉啊，这是我喜欢吃的，这是我小时候都最爱吃的红烧肉。对，哦，嗯，好香啊！一闻就是家乡的味道。要我帮忙吗？你帮我撒点老姜。老姜啊？对。好，稍微弄点就行。对。我也经常做饭，做的非常好吃，不信你可以来试试。我还喜欢你做的菜。是吧？对。其实我妈经常吃我做的菜，做的非常好，我还教了我妈好多菜。对。好嘞，来吧。看见这个颜色就有胃口。上面做美食节目，给大家介绍，就是徽派菜系妈妈牌红烧肉，味道好极了。起锅喽！香喷喷，但是还好肉保护得很好，香喷喷的红烧肉，太香了，好。粉丝团很多，你最大的粉丝团是？我最大的粉丝团，那肯定是我父母啊。那团长，那团长肯定就是爸妈了。对，没错。在你们家，谁是团长，谁是政委？我妈。啊，对，哪儿都是女的当政是吧？因为我妈心比较细。好，有请粉丝团团长上场。啊。
那我怎么称呼呢？您觉得呢？我叫姐吧，叫大姐，叫小姨，叫小婶儿，叫什么都行，我随你叫吧。啊，行。因为今天来做节目，你是明星，妈。这个我们曾经了解了一件故事，在这儿得跟您核实一下啊、您的宝贝儿子在墙上写了励志的事，什么一定要怎么怎么样啊，一定要怎么怎么样，写的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回事，跟我们介绍一下。他第一次呢是在测光所上班，那个时候是240一个月。那有一次呢，他就说，我回来问他，我说你发了工资，我说你钱呢，拿回来我帮你存着呀。他说那钱他我借给别人了。我想干嘛借给别人啊，我想不能说都借了吧，就不高兴了，生气了。后来我就说，黄勇，我想吃饭啊，到吃饭的时候叫他，他不理我，我敲敲门不理我。后来我看那个墙上写着有我要抢出人头地，就这么写的。当时我看着心里挺难受的，后来我说，儿子，你到底想干什么？你说给妈听，妈全力支持你。他说，妈，我想出去唱歌。我说你这么小，才十几岁，你出去妈怎么能放心？他说没事儿，他我想出去走走，我想走我自己人生的道路，有我自己的爱好。我好像想了很久，后来我就答应了他。我说好吧，我说儿子，你真的想出去？我想那个时候我们家也没有什么积蓄，我就在朋友那借了几百块钱，他自己剩了大概有200多块钱，就这么600-700块钱出去了。出去了之后，我就说儿子，假如要是不行的话，我让你打电话回来，我们寄钱，让你回来，还是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开开心心的。是最好。挣多少钱，陪着爸爸妈妈，开开心心最好。对，这就是妈跟你说的话，啊。后来他出去了，我走的时候，我起来看看他在镜子上面梳着头，他爸爸是做理发嘛哈，在镜子上面梳梳头看看，我就看看他的样子，我的眼泪就出来了。走的时候我就不敢看他，让他自己走。我说你不行的时候你就回来打电话，我们去接你，或者是他叔叔也说过，我们接你也行，给你打钱也行，你回来。后来说，妈你放心，我要不行的话，我在外面给人端盘子、洗碗、擦地板，我一定要好好干。这不成功了吗？成功了，高兴不高兴啊？咱别老说这，高兴不高兴？太开心了，开心了。谢谢妈妈，谢谢大姐，谢谢婶儿，谢谢三婶儿，这个出去也好，回来也好，一句话，要跟从前一样。哎，有首歌是不是？想不想听？有请。还记得小时候哭着哭着就笑了，可现在有时候笑着笑着却哭了。曾经那么多的朋友聚着聚着就散了，都躲进回忆里。掩盖的伤依然，伪装的坚强很短暂，
人生本无常啊，世事难判断。告别旧日的故事，想着思念的人们，笑着踏上新的旅途。我还是和从前一样，一群老友几句衷肠，一段情可以短暂，也可以漫长。我还是和从前一样，还燃着胸口那团火光，如果你累了，我就在你身旁。从前一样，一群老友几句衷肠，一段情可以短暂，也可以漫长。我还是和从前一样，我还是和从前一样，如果你累了，我就在你身旁。这城市变了模样，我和从前一样。乔静怎么样？这样的帅哥你喜欢不喜欢？太喜欢了。是这个，我知道黄勇呢，自己在好好唱歌，在努力追求自己梦想的同时，也非常的有社会责任感。听说你做公益已经做了有三年了，对吗？因为我最早的时候应该是第一次资助那个学生的时候，是在2005年刚到北京的时候那一年。但是那个时候是因为能力有限嘛，就我觉得有多大能力使多大劲儿，就这句话，是就是没错。现在可能说比以前好一些了，我觉得我们的责任会更加多一些，有必要有义务去做一些事情。是的，就是很难得，其实能力大小放在一边，很难得有这份心，而且能够坚持的做下去啊。我第一场慈善的演唱会就是在我们老家哦，然后是为了我们当地一个白血病的一个小孩叫王凯，我昨天还去了他家，然后他当时已经病情特别严重，家里边病危通知书都下了，然后我给他做了一场那个演唱会，然后所有的钱全部捐给他去看病，然后昨天我特意去了趟他家，现在已经好了。哇，好了啊，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那今天呢，这个黄勇来到家乡呢，他也是要把这个星光的助学计划呢能够一步一步的实施到自己的家乡。对对对，因为我们之前那些还剩余的有一些我们星光基金还有一些剩余，所以然后我听说你这次也是精心选择了几个品学兼优但是家庭条件有限的孩子， 对吗？ 对。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掌声有请啊，有请这四个孩子，有请。同时呢，我们也有请中共广德县委副书记何田同志，有请。这个我们共同来见证哈，黄勇把这份爱心呢传递给孩子们。黄勇是我们广德在外打拼发展的最优秀的青年代表之一，家乡人民为你感到骄傲。黄勇发展不忘家乡，对于家乡的关注，对于我们困难学生的帮扶，我代表县委政府和我们广德的52万父老乡亲向你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是是是，谢谢谢谢。刚才呢，领导也寄予了厚望啊，所以呢，我想可能黄勇身上担子更加的沉重了，我们要努力了，对不对？也希望呢，我们四位小朋友能够好好的学习，你们的梦想呢，在黄勇哥哥像这样的爱心人士的帮持之下，一定会为你们的梦想呢插上翅膀，我们好好努力好吗？好，来，谢谢。我们也其实希望呢，不管是黄勇，不管是刚才受到捐助的这些孩子们，能够在理想的这条道路上，在重重的困难面前要勇敢，对不对？所以此时此刻，我倒觉得你应该给大家唱那首歌《勇敢勇敢》，好吗？好的，把这首歌送给大家。送给大家。
说出门要靠朋友，有人陪伴共济同舟，哪怕一个简单笑容，心中却一别无所求。时间太快，有谁停留？在我深深的脑海中，这花花世界谁能够冷漠对待无动于衷？勇敢勇敢，我的朋友，就算明天没有彩虹，阳光总会在风雨后照在心里那片天空。勇敢勇敢，我的朋友，是你的笑容。都说出门要靠朋友，有人陪伴共济同舟，哪怕一个简单笑容，心中却一别无所求。时间太快，有谁停留？在我深深的脑海中，这花花世界谁能够冷漠对待无动于衷？勇敢勇敢，我的朋友，就算明天没有彩虹，阳光总会在风雨后照在心里那片天空。勇敢勇敢，我的朋友，我觉得这首歌唱完了真的大家都特别感动，所以我们要勇敢勇敢，黄勇啊，我们也要相信自己的汗水，相信自己的努力，是也相信自己早晚有一天会美梦成真，当然家乡人民嘛啊，对，这就是本期节目，欢迎大家呢也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农事网，以及农事网官方的微博、微信和移动客户端，以及我们的央视网，朋友们换个角度看明星，我们下期再见，支持黄勇，再见。加油。